我知道你答案吗？你答案我来讲不出来的。你强调的是失败啊，没有你，什么要分离？如今既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对啊，咱这个所在哦，伊几大钱，你来赢个济，啊无我都无大家啦，吼。啊，第三个这个政党票，明仔叫阿一个抢救王义山大兵行动，来抢救王义山加一个方案，无其他方案啦。方案就是一月13号迄天，咱就三张票，一张票政党票，不分区的选举票，一定来对有五一叫做民主进步党，登落去，对咱抢救王义山，啊，民进党得我都去立法院过半。 好，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不分区立法委员候选人王义山掌声鼓励。好，大家好。我们快点安德，一定要应该做什么价？做什么事啊？加嘛，加嘛，先停过扣扬啦。先停过扣扬，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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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扣
好，现在也都死满了。我们等一下就是这样子，游戏规则就是猜我哼歌，你猜你的方式。小编会在旁边哼出歌曲。好，那你们就是要猜他在哼什么歌。我特别量身打造，总共有六首歌啦。那等一下猜哈，可以听一次，听不清楚再听一次。哦，他真的觉得猜不上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抢救的拍。抢救牌子拿出来，就是只能抢救一次哦，所以珍惜使用。好，那最后你看到桌上，我穿着雪鹅甲龙呼一胆气，那是假的。第二回，我们可以拿一个想吃。是安内里当搞是高菜哦，老外对对，好，可以的嘛，啊啊，啊那是那以后就得拿一盘来来了。如果有对，这样才可以列到英雄。但是如果你猜错，安排的这样才可以收得来啊。我们先把这个可能用不到的牌子先放旁边，那我们来抽一下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是啊，这样的目这题目啊，题目是哇，听听看，这样子在许志是啊，好好来听听看哦，来来来啊，声音很强，确定吗？确定吗？来，我们再练一次哦。你到底我不知道啊，来啊，你跟我讲一条。我知道一条，我不知道一条名叫什么名。我跟你讲，唱三句就可以过来。社会安详，社会安详，可对天顶的话。哦，过关了啦。好的，答案就是社会安详，确定哦。确定。恭喜答对。啊你们自己选的、啊，想要先留下来吗？来，我当然老去盘了，太神了，太神了，去盘先啊！来啊，好，这边晚安，抽一个出矿牌，来，停，九零年代抽到的是90年代，那我们小编预备哦。哎，我是孟双的，还是这个表演吗？这我今天我要倒来，记得。我有听过的。
就是我袂记哩，叫啥？小三姑。来来来，不过我你我的歌词不帅气啊。那我再听一次。好啦，你讲到那问题，你很个性很了，个性袂当，袂当怪才，哈哈哈哈哈，袂当怪才官。好，我们再一次哦。好，心中有答案吗？现在我来讲没出来的，可以抢救提示。失败啊，没得可以没得。可以抢救的，只能用一次的，只能用一次哦。观众抢救，我们抢救一下哦。那这首歌，它是歌手伍佰唱的歌，它的歌名是两个单字。两个单字啊？是英文哦。哦，那我猜 ，Let's Dance。恭喜答对了！我从这里看怎么听过，但是我就没出来的。好，我们第二题答对了，然后就哪一种？来，那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其实你给我拢爱在。那我们第三题，那我们的谢谢委员。好。英文歌曲哇，我英文歌曲全部写来。你要抬到底下英文歌曲的，或者是一条要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喽。来，小玉预备。海泰尼克。歌名是什么？歌名是什么？那海泰尼克的歌名是什么？海泰尼克。泰坦尼克的泰坦尼克的歌名就是泰坦尼克，泰坦尼克啊，这是电影名称，它是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对啊，今天有头绪吗？有没有叫你严格吗？对啊，因为阿妹不对啊，哎，我有听出泰坦尼克是来塞啊，对吧？对嘛，这样吧，这样给火力抛了，哎呀，所以叫做买啊，我有勾暗啊，对吧？它的主题曲，但是叫你鬼啊，对吧？是哎，叫得起良心吗？咱讲堂老讲几个，万一后边那无，咱得再搁修啊。你看那种策略性的，对吧？都没啦，我那。这个最后老婆啊，啊后边我两个人还搁修理歪啊。人家怎样呢？那得细调啊，那划那窗口好不好？来来来，80年代，哦，这个录像。看到的题目是80年代，那我们小编请准备哦。为什么要分离？如今既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既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所以啊，阿丽要娶阿丽，刚刚你不像话。在一起，如今你那美，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又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你那美，我还是我自己。王姐，歌名在歌词的最前面。那、啊、你在哼一开始第一句啊，你要哼对呢。说什么？你在哼什么？我完你啦！哇，一场游戏一场梦。Nice。啊！我你刚才我连语音打字我都不熟悉啊。你这歌你人歌名都没样，我因为人台大有参加民歌社嘛，我因为我根本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来你进来，来来来，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来来来，我带你，我阿你想袂咱食死人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到底第二道题是什么呢？2000年代，两千年代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啦哦，来我们小编请准备。
好，这条款还应该是欢歌，要要还是欢的？你比我较少年，就是安尼啦，你看。哪里唱？哪里唱？哪里唱？请问歌名是什么？是你五月天的，五月天的版吗？我把拢来阮歌谣唱歌的，嘿，拢来阮的四音组弹管唱的最好来哈，啊，所以，所以花名是我把博山先生，阿信啦。阿信是主唱啊！我知阿信啊，五月天的我知啦，那什么歌我都不知啦。你拢问出来啊？有这条吗？你看我给凹起来啊！哦，好啦，安尼有。歌调都温柔啦，调温柔。温柔。对哦，咱的阿 Q 动员保卫战。这个你真好，真好。五岁的题目是。哦，选举歌曲，好、啊，选举歌曲啊！好、哦，选举歌曲，好，那我准备一下，来，小编音乐，请哼。这是 character 呀！这首歌的歌名是《挺台湾》，挺台湾，恭喜答对！啊啊啊！那我嘛，舞蹈赛等一下都可以知道。好，那我先讲，我再教。啊，那最后咱穿个是不是该过节？好，咱知道啊，咱就表咱总统啊，大清的小米琴，这大家无啥物训练啊。对。啊，咱红刷，即系李伟当年的许志杰啊。小米钢琴。为啥物呢？因为我是台北哦，刚看袂讲，哎，这许志杰看下都温温啊，温温啊哦。可哦，啊，这个选区哦，点啊，才顶个，所以哦，咱红刷即系乡亲。大家一定要继续听下去，啊，老水平。咱这个所在哦，尤其大清比较赢较济。啊，无法度播大家啦，吼。啊，第三个这个政党票，原来就有一个抢救王一山大兵行动。啊，抢救王一山加一个方法，无其他方法啦。方法就是一月十三那一天，咱就三张票，一张叫做政党票，不分区的选举票，一定内底有五个叫做民主进步党，登落去得让抢救王一山。啊，民进党的话都是立法院过半。上得了立法院来过半，韩国瑜就别让这立法院的院长，所以让尤其让高雄的乡亲大家团结起来哦。选举哈，一定啥呢？有信心、爱修心、战战兢兢、继续认真，拜托大家做我的分身。大家我优票无够，所以拜托大家到金边到水票，这是上重要的啊！啊，最后爱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走路有风。我是高雄秀林公。今晚叫三姐秀金光。对哦，谢谢我们川哥，来到我们宝山，谢谢川哥。